多谢大家一路以嚟嘅支持啦！如果大家睇片之前咧，可以就点赞、订阅、分享啦，同埋如果见到有广告咧，可以的话可以睇啦。咁啊，谢晒，拜拜。嗱，嗰个 Chris 今日讲两单嘢，第一单嘢就系政府将4月17号前取消旅客入境定位表，即系咩啊？入境英国唔使填呢个入境定位表咯。咁啊，嗱，第二单嘢啦，就值得分享就是、俄罗斯向英国发出核武核威脅喎，咁啊英國防部嘅回應啊，咁啊原來去俄羅斯有發出個核威脅咧，咁啊夠膽咪射埋嚟咯，咁多廢話做咩係嘛？咁啊呢兩單嘢好值得分享嘅，咁啊講講啦，咁啊嗱喺講呢兩單嘢之前講講少少股票啦，咁啊股票咧今日又跌啦，但係咧今日好似最多跌咗成700多点、800多点，我冇記錯，但係 Chris 哥今日都執咗9000蚊。咁啊，又咁講啦，我仲玩緊阿侵爺嗰只啦，又出又入啦。今日喺今日最高位係96啦，唔係96.25啊，唔係96.2啊，我96走曬啊，跟住938又入翻啦，咁啊走來走去啦。但係咧，我對呢只嘢有信心啊。嗱，個大市啦，唔好就係講呢只嘢。嗱，大市咧基本上咧不停咁試咁 S&P 4200。幾嗰條線啦，嗰條底線啦，基本上我反而覺得對美股好有信心喎，我自己覺得好有信心啊！如果仲有貨嘅人咧，就逢跌就應該要買啦，逢跌就又應該要買啦。咁啊嗱，今日已經話俾你聽咧 ，Tesla 咧嗱，我依度英國嘅 level 真係好慢啊，更新唔到啊！嗱 ，Tesla 咧今日冇點跌啊，雖然個市跌600多点、700点啊，而家500多点啦，但 Tesla 冇乜點跌啊，1% 都跌唔到啊！即係話俾你咩啊？如果你觀察多一兩日咧，佢個市仲跌少少 ，Tesla 都唔跌嘅咧，你可以入噶啦。咁啊 ，Chris 哥自己都有 Tesla 噶啦。今日講嘅嘢唔係投資建議，亦都唔係投資嘅邀約啊。你自己買唔買股票，你自己決定啊。但係如果俄羅斯唔夠軍閥放一個核彈嘅，咁我覺得美股我覺得係搶先係。仲係看好喎，唔係睇得咁衰喎，所以你未買嘅朋友，你自己諗啦。嗱，講緊呢單嘢先啦。嗱，政府將於4月17日前取消旅客入境定位表啦。咁我諗入親英國嘅朋友都知係依個咩嚟嘅啦。嗱，未入英國嘅朋友未入英國嘅朋友咧，咁啊以前我諗你未必知嘅。咁嚟咗英國嘅人咧都知㗎啦。入英國之前咧有份方你要填嘅，話你自己。坐邊班機啊？去邊度啊？跟住坐填個座位表嘅，咁啊而家咧佢就話咧4月17号咧就取消咗依樣嘢啦。咁啊嗱，多讀內文啦。英傳媒從消息透露啦，得知啦，英國政府打算復活節啊前啊取消啊被多方舊病嘅旅客入境啊定位表啊，亦要求啊衞生大臣啊搞衞德啊和交通大臣啊。沙普斯啊都明確支持這一個措施啦，首相讓送啦。此前也證實啦，會在復活節前啊審查填寫這一個複雜嘅表格嘅規定啊，其實都幾麻煩嘅。我自己覺得依個表格係麻煩嘅啊，所以就嗱疫情後啦，開啟實施嘅入境規定表格啦，填寫規定啦，被英國旅行業認為噩夢啊。咁啊，就上週啦，保守黨議員啦，下議院議員嘅交通委員會嘅主席啦，敦促政府在復活節前啊，將取消佢啊。咁啊嗱，給旅遊業打一個強心針啦。咁啊，係咯。咁其實真係好鬼煩喎。嗱，又要填你去旅行嘅日期啦，跟住係咯，幾時到達啦？呢啲咁嘅嘢啦，跟住嗱，26號晚啦，工黨議員啦，在接受會日。郵報採訪表示啦，既然人們可以攜帶病毒入英國自由走動啦，意指政府已經取消咗陽性需隔離嘅規定啦，旅客定位表就完全係多餘啦。咁我又覺得係喎，他如應該立即取消啦，英國應該像大多數嘅歐洲國家啦，正在做依啲咁嘅嘢啦。只在登機簡單檢查疫苗測試證明啦，咁講完啦。咁啊嗱，其實咧我好歡迎取消一樣嘢嘅，大家填少啲嘢，因為有時好麻煩噶。你譬如我哋去到櫃台咧，先知道你坐嗰架班機嘅座位啊嘛，但呢份方一早編咗出嚟咧，你要填噶嘛，咁你變咗你填唔到個座位編號啊，好嘛？我記得我當時係咁啊，要手寫嘅。
哎呀，咁啊，仲要俾個官員問啊，邊個你手寫？我心諗，屌，我知鬼咩？我要落到機場攞機票，我先知坐邊個座位噶嘛，係咪先？所以就取消係一件好事啊，唔好俾啲無謂人搞搞震啊！嗱，另一樣嘢啦，嗱，俄羅斯向英國發出核威脅啊，咁啊，原來有發出過我都唔知啊。嗱，英國防部回應啊，咁啊，嗱，講咩咧？今天俄羅斯嘅克林姆林宮嘅發表聲明，稱英國外交大臣啊發表了不可接受對俄羅斯嘅評論啊並發出核武威脅喎、啊，係咪？咁啊，克林姆姆林宮説啦，屌喂，係人都知你噶咩？俄羅斯搞唔掂噶啦，又唔夠人打，啲飛機又炸，屌嘥氣啦！就係識玩核彈頭，夠姜你咪射咯，係咪先？你嚇到人先得㗎，你烏克蘭都唔敢射啦，仲話射英國嘥氣嘅屌！咁啊嗱，前英國外交部使館員啊，我們不會給確切嘅名字啦，發表了讓俄羅斯不能接受嘅言論啦。今天啊，俄羅斯公然表示自己將核彈頭棄庫啊，置於高度戒備狀態啦，並表示這個是不可言論嘅造成啊，不當嘅言論嘅造成啊。而外界分析認為啦，這僅僅是俄羅斯嘅藉口啫。咁啦，那個雖然沒有具體說明激怒俄羅斯嘅確實嘅引述啦，但克林姆林宮嘅發言人表示啦，發表言論必須制止普京赤裸裸的權利啊，令俄羅斯難以接受啊！咁啊，跳曬夠姜你咪射咯！跳週日上午發表講話，說俄羅斯在烏克蘭進行嘅行動可能導致到不約衝突啊！他說啦，如果我們不在烏克蘭阻止普京啊，我們看到其他國家受到威脅喎、啊。咁啊，波羅的海啊、波蘭啊、摩爾多啊，最終啊，可能啊與不約發生衝突啦，我們不能讓這樣的事情發生啦，因此我們必須作出犧牲啊，作出行動。哇，都講真喎，我啊唔係成日睇呢啲時事嘅，但我啊覺得以前咧英國咧就冇咁硬嘅喎，依排好硬喎，搽咗上到神油咁好硬喎，咁做好多嘢咧都好似係以前企喺後邊咁啊，而家企上前邊喎。好似大佬咁喎，反而咧以前係大佬嗰個咧，你知我講邊個啦嚇？而家阿費登嗰個咧，而家以前係大佬嚟，以前阿侵爺喺度啊，大佬嚟噶嘛，而家阿侵爺唔喺度啦，而家費登喺度咧變咗細佬喎，好過癮喎。咁啊，對於俄羅斯嘅指控咧，咁啊跟住英國人表示啦，盟友指責這個是俄羅斯在發泄英國對其實施的經濟制裁啦，不滿的藉口啦，咁啊，再對我們的態度強硬，讓我俄羅斯不滿啊！咁啊，根據最新消息啦，對於俄羅斯撤步的核威脅啦，國防部啊長本啊華萊士表示啊，這個是俄羅斯用來分散人們對烏克蘭的問題啦個伎倆啦。咁啊，華萊士表示啊，普京啊試圖提醒啊世界有他有威脅力啊，咁姜你咪射咯，小炮仗咩？只有口水戰啦、啊，係咁啊。他説啦，俄羅斯再入烏克蘭嘅計劃沒有達到他們預期啊。咁啊，烏克蘭啊正進行非常激烈嘅戰鬥啊。嗱，其實依單嘢咧講嚟都多餘噶啦，我啊覺得咧基本上咧俄羅斯就打唔入噶啦。但是咧，會唔會真係玩核彈呢？我覺得都有機會嘅，因為佢冇錢啊嘛，但又要贏啊嘛。咁一係咧，普京唔落台咧，就依單嘢咧，最終會唔會發展到世界大戰或者係發射核彈頭咧？我唔敢講唔會㗎，我都唔夠膽講唔會㗎。但如果可以的話咧，佢哋自己俄羅斯可以拉翻依一個普京落翻嚟咧，咁啊，咁我可能咧。就不會發生咁嘅事唔奇啊，咁啊所以就
大家都要關注呢樣嘢，因為其實大家依排都見到好多新聞啦，烏克蘭都鬧鬧舊舊啦，啲平民啊點樣啲男人啊留曬喺度啊，啲女人啊全部走曬啊，咁啊好似60歲以下嘅男性全部都要當兵啊嘛，係咯強制留低啊嘛，咁大家都知咩事噶啦，咁啊依排都有好多新聞啦，就講英國啦，考慮緊啦俾。烏克蘭的所謂難民入境英國，我不知道是收容還是長期收容，我都不知道，因為未有消息說，所以英國我經常在想英國是不是不夠人呢，不停地入新的人進來，無論是 BNO 方面或者第二些方面都不停地入人填補，是不是之前有些人離開了，即是這個國家要多些人口呢，我懷疑這個問題，其實我都在想這個問題。咁啊嗱，唔緊要啦，今日嘅新聞分享住咁多先啦，因為大家依排咧，嗱我話俾你聽啊，依排啲新聞唔係好多嘅，我每日拍一條片咧，我都唔知邊度揾啲新聞俾你，因為點解咧？依排啲新聞全世界都集中喺烏克蘭啦，咁又咁講啦，有啲值得分享嘅新聞我專登講啦，即係好似我琴日出咗一篇新聞就講話有香港人呃香港人啦，咁呢單嘢咁啊，我都。專登攞出嚟講啊，咁啊，因為新聞唔多啊，咁啊又咁講啦，都好多人有回應啊，同埋好多人睇啊，咁其實真係你小心啲啦，因為人在海外咧，你揾人幫手咧，你睇下個價錢合唔合理，因為點解咧？阿 Chris 哥講多幾句啊，我收人60磅睇樓咧，係真係一個成本價嘅，因為點解咧？嗱，兩個人要去，我同我 Chris 哥係唔係一個人去啊，兩個人去嘅，因為點解咧？我負責係做多啲睇幫手驗。睇嗰間樓影有冇 settlement 啊、結構嘅嘢啊，或者睇下間屋嘅嗰啲設備嘅 function O 唔 OK 嘅，係啦，咁啊，所以咧，我就專登係拍片啦。咁啊，另外咧，我會揾到個人咧，專登同個 agent 咧傾價嘅、問價嘅，摸下佢底嘅。咁啊，所以因為每次睇樓得15分鐘咧，如果一個人去咧就做唔到呢啲嘢嘅，所以咧基本上咧扣埋車費咧。我哋仲要早，每次去診睇樓都要嘥成一個鐘頭以上啊，成個半鐘啊，基本上係可以話俾你聽啦，係成本價嚟㗎啦，啊，咁啊，所以話成日話睇樓唔係幫人賺咩錢嘅原因就係咁啊，因為如果我哋係賺錢嘅，就唔係好似呢條片咁講啦，呢條有啲人幫人200磅睇個單位啊，又或者收一個好貴價錢啊，睇3間屋啦，咁係咪先？我冇咁樣做過，從來都唔會做呢樣嘢，因為我講到明，我幫人睇樓係得閒就同你睇啦，係咪先？啊，唔係一定要同你睇嘅，但係得閒就同你睇啦。咁啊，係啦，咁啊，同埋呢度有好多裝修嘢嘅，有興趣走入嚟睇下啦。因為呢啲裝修嘢咧，我都講咗好多次啦。好啦，今個禮拜啊，得起心肝揾一兩集講呢啲咁裝修嘢啊。咁啊嗱，今日講住咁多先啦，多謝大家留言、俾讚、分享啊，多啲。講出你嘅意見啦，係啦，咁啊嗱，總之嗱，美股咧，我就冇乜意見嘅，因為點解咧？呢排都喺度調整啦。咁我見嗱阿龜仙人啦，嗱唔好話我講啊，阿龜仙人咧就話睇加息係升嘅。咁我見到而家係打緊仗嘅啫，但我見到美股咧都仍然咧 S&P 咧仲係黐住咧4250點樓上嗰條線咧，即係仍然向好啊，我唔覺得衰啊。咁除非突然間放核彈嘅，如果唔係，我唔覺得咩問題嘅，仍然偏好啊。咁啊嗱，啱啱睇唔到嘅嘢，而家你可以睇啦。嗱 ，Tesla 咁邊有跌過啫？係咪先？所以 Tesla 係第一個話咗俾你聽，佢跑贏大市咯。係啊，即係話俾你聽，有機會個調整浪咧。我感覺上，如果冇咩特別嘅嘢出現咧，開始調整浪差唔多夠噶啦，我覺得差唔多，我估計嘅啫。咁又咁講啦，有錢就可以買 Tesla 啦 ，Tesla 800蚊留下啦。嗱，我褪到800蚊留下啦，唔好話750啦，800蚊啦，因為可以提高一線啦，而家有。咁 Tesla 係講緊好似話今年開始業務搞機械人咯喎，好似搞 AI 嗰啲機械人咯喎。咁唔係淨係，因為依間公司唔係淨係搞電動車噶。所以我覺得我長線少少，我對 Tesla 係好有種信心嘅。我自己咧之前咧，走咗好多80-90%嘅 Tesla 嘅，但我得翻4股嘅啫。但最近咧，我喺低位入翻啦，我而家有20股啦。我大部分嘅股票而家係侵嗰只啊，咁又係咁講啦。我又不停咁走落走啦，個 con base 我都有嘅，咁咩股票我都有啦。嗱，Amazon我沽咗啦，因為上一次咧，哇！
啊咩打仗啊，所以我清咗啲貨先啊，因為我對 Amazon 我覺得冇意見嘅，因為點解咧？我覺得可以長線自由嘅。但因為打仗咧，我嗰日咧風仲要風險管理咧，我要沽緊啲股票啊，我要睇一睇個環境，睇下如何發展啊，所以唔揸咁多股票。所以嗰次沽咗啲 Amazon 咧，但我未有入翻啊，咁啊又咁講啦，第日有機會再入過咯，唔急嘅呢啲。咁啊嗱，今日講住咁多先啦，多謝大家留言俾讚分享，拜拜。